大学是念统计系，硕士他去年工位，后来又去公部门去工作，最后到了药厂。每年十二月一号呢，我们都是在配眼神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去年一模一样。北医每年就是都会有一些市集，然后我们实验室呢，就是因为发现明后天都没有空，所以我们就是出来逛逛。我去年在这摊买过这个科技啦，还在我手上。会不会觉得我偷东西？好，很好，很好，那就好。很疯的衣服，你在这边很独树一格，很美。可是我在一个角落。我觉得不太对。像这些其他颜色都高温的，就是要把植物或者是就像刚刚说的凉风的才加热。不是不是，没想到中医有这个状况吧？难题不满足。你们人生中吃过最多麦克鸡块是多少？30块，那你们吃过这么多块吗？吃这个，再吃这个鸡块。鸡块拉拉队。晚上11:12，那我们为什么还在士林站呢？我们在讨论跨年的行程。如此的不顺遂哦！台中附近的住宿大概是多少钱？3万。我们今天走投无路，想要到彰化去跨年。我们是一个大学读实验的课程哦。然后为什么我现在要拿烧杯呢？因为我们刚才忘记配了。看大学生都在干嘛？每个礼拜四、礼拜五，我们都要忍受这种痛苦。现在4:49，拿了早餐饮料，然后已经要滚出学校，为什么？又要去上班。没钱了，年底没钱了。今天上班意外得到饮料，好像是别的店做错，然后我们要不要喝？记录真的好累啊！我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改完考卷，然后在外面吃早餐等老师。上次都可以大吃特吃，然后这次呢，发现就是改完吃一口就要进去了。好可怜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念北医的好处就是，我们每年都看101长大的，而且没有长大就变老了。期望值25，观察值13。死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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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杀我吗？现在在哪里呢？桃园，哇，看名品城。你拿回来。我姐上礼拜才来过，然后今天又就是。我们原本要考虑去莺歌跟大溪，结果就是两个懒猪，不想转乘。大溪那么难去，那当然是。大溪从这里坐快坐快捷公车去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吗？不要。现在10:47，还没开。要多疯。我们那么早来干什么？不知道。我的目标是三楼。三楼有什么？捐糟糕了，姐弟啊，只懂得有够腰。
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危险发生什么事了、啊。跟大家介绍一下温刀阿记，由于华泰就是什么都买不下去，但真的是太多人，所以我们就逃了外面。有一个公园，这叫什么公园你知道吗？它有写啊，住高铁附近有这个公园很赞的。但它湖是不是很太大？寒山书法艺术馆，我们会看得懂吗？我想是偏难啊。现在试营运还不用钱，很漂亮。我们想说来练习写书法，啊，这是什么字？这里面很多东西。是一个书法家在美国要推广给不认得汉字的外国人。他是书法，他所以他就把我以为是韩文。像这个就是 B， 这个就是 U， 这是 T， 这是 But， 不可能。我爸教画他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 L， 这是 R， 这是 L， 那是 L， 这是什么？请你告诉我 L L A N G。Language 不可能，这是 language。Deep， 这是 deep， rolling in the deep。我看以为是韩文，结果全部都是英文，还蛮有趣的。英文我目前只看得到四个字，lay all live in the。好，不会了，后面超难哦，后面超难到不行。什么意思啊？头皮屑大会。剪影片，po文啊。饶河夜市，因为我上班其实就是在饶河夜市旁边，今天刚好没吃晚餐就过来绕不绕。要到礼拜三了，老板娘就是有在做建成的饮料，这杯20。今天逛顶溪夜市。今天这个很丑，为什么用珍珠？只有那样才会吧，还是小容？对，都是我。我也不会那么看。被这个大吓到。哦，你的腿。它还在滴。对。哇，会不会被我摇到烂掉呢？哇，生日快乐！化学樱桃，祝福！超丑的，怎么可能有人生日的时候放美食卡？而且还得不到祝福，对，得不到祝福。怎么又有市集？你要去哪？我们这边没有提供100度的服务哦。正阳化十分，哇哇耶！哎，它的大披萨真的很小哎。对啊。对，双层薄脆，啊，开心。最后一天的时间就是要吃披萨吧。下班，松山车站，我真的是再见。这到底是谁可以用？迟到仔，还在那边搞挑水，被我看到。那苦菜，赶快吃，闭嘴。
晚上突然演唱会完变一个酒精路跑，好嘞。然后刚才看到一个20秒红绿灯，他们就说要过，然后嘞，那群人现在在哪？他们在干嘛？在给我散步，这样不行。没关系啊，我还是吃六五折就好。今天的伙伴们就是一个男的跟很多女的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我真的要每一家都买，今天状态非常好。那你记得要给我钱了。现在是隔天了，隔了一个晚上，我又来华山，我真的不懂。每次来华山都要吃这个热狗摊，如果看表演的话，完美的搭配的晚餐吗 ？Oh my god！ 因为今天要看鸡丁的啊。老师的钱在我手上，又要失败了。Particle 的元素映射图。因为今天很快就把作业写完了，所以我都早点回家，赶快继续做影片。啊，会不会被车撞？跟大家报告一下，现在是12月17号，在上。然后呢，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出门？不为别的，就为回家。在台北，我看到有卖火鸡肉饭，我都会去试试看。真的，然后都摇头。没想到在熊中前面下车，好笑！上次拍完同爱街，根本就是再也没有来过。我念的国小就是投票站，离家里超近的。投票大家早安，真的是赢了。结果，那跟大家说一个冷知识，就是因为我们家之后要重新装潢，所以现在客厅就长这样，好空好空，好多东西都丢掉，桌上全部都是我的东西。吃宵夜忘记拍了，好多人。高雄就是一定是大拇指的吧。不会，我不要了啊！回台北喽。怎么会这么多东西要吃啊？好好笑！庆祝你 seminar 要结束喽。我住在阳明山吗？不是很确定。哎、欸，好稠哦！而且我闻到紫米味了。有，没有。我很像登山还是去当兵？我们最近的一个新运动是爬楼梯，因为下雨，然后我们哪里不能去。我们才第一趟才到7楼而已，好累。哎，我是你今天的1号，我这句话听起来很糟哎。气卡在身体。啊，那我要怎样？我要怎么排解？去那个去。
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出门，因为我在剪影片，然后现在跟鲨鱼来吃饭。请问滋滋作响怎么回事？那他怎么上菜的？到底多大？怎么会有沙粒呀、啊？而且还在输出一颗，坏到不行。已经12月24号了，人家在那边塞人奶啊，我在干嘛？骑 U bike 帮我的脚踏车，不是帮我的车加油，因为我车没油，然后惨了。今天是毛利兰。黑豆。那你是谁啊？你是黑豆还是红豆？给我注意。是黑豆，那是红的。嗯，感恩感恩。圣诞节。上班。上班到10点。我们喝完整个3个小时出来 ，OK， 有够清醒。因为没有人在喝。26，寒流来吧！我整个身就是很湿啊！我骑车，我要疯了！怎么可能这么多人类？吓死了！超扯，超扯，超扯！甜点全部都是甜点师做的，全部都是他做的。我们先来拜呀！突然觉得自己是什么大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是荣耀，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？现在还有人在看电视啊，就是这样。现在回家会看电视的，帮我举个手。大家都还在黑，我要去上班，多可怜。但我可是有带一瓶酒回来，0%、大家放心，没有酒驾的问题哦，0%。北一又在搞什么啊？看不懂哎、欸，逛不到了，逛不到了，很疯癫的一个活动哎、欸，我们真是充满过节气息的一个学校。我们跨年要去哪里？我们跨年要去斗六高中，去斗高玩。今年打算不抛了、欸、我真的在忙的时候就是会忘记拍、欸，哎，什么意思？明天要出去玩，所以现在在拜拜。开头是大家在设定蓝牙，最后一排就可以保持。中间有雷声。新年快乐！拜拜。